冤案，这是一个特大冤案。2004湖南常德桥南1221失火案，这是一场特大火灾，这里有着特大冤案。这场火灾震惊世界，这场火灾隐藏着千古谜案，这场火灾制造了一个欺骗天下人的谎言，所谓电视机起火，一个冤假错案，给当事人带来的是一辈子的痛苦，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一个草率的认定可以蒙蔽天下人的眼睛，也可以让一个人生不如死。尽管对一个底层百姓的委屈含冤可以不屑一顾，但它同时也会让这个无善的国家法律蒙羞，无疑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法律是极大的漠视。古人有云，君子一轨度，皆观民命不可误也。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执法者无疑应当慎之用事。戏剧斗娥冤令世人感古悲叹，如今常德特大火灾案制造了一个欺骗天下人的谎言，蒙冤者哭天无路，状告无门。时间已经过去8年，但他永远也无法抚平对蒙冤者心灵的伤害。为什么一个依法应当告知当事人并当庭宣读和质证的证据，一个一查便知的关键证据，一个证明事实真相的主要证据，最早报警记录，有关方面自始至终不敢以真面貌示人。这场火灾真正的着火点在哪里？它真正的起火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普通失火案审了8年，至今无结果，这是一个怎样的疑难案件？历经2次补充侦查，3次审查起诉，1审、2审、3审，至如今进入再审复查阶段，又已经拖延1年多，为什么还是没有回复？为什么还是没有解释？没有经历冤枉的人，很难体会含冤人的痛苦和无奈。有多少人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上访者即使倾家荡产也痴心不改？冤案，这是一个是看到十八的，不是看到，因为我去年十八的已经来过嘛，那个我这次看到那个，这是来2回的时候，因为我的案子已经是有这么多年了，那个
他现在已经那个在省湖南省高院已经收你了，从去年12月份就已经收你了的，到现在还没给我个答复。湖南省高院他要我要求他再审复查，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我已经有一年都还没答复的，有申诉了这么7、8年还没有答复。我就说我13、18都那个承德两回，我又想到在北京那什么，我没办法了，因为我这个事情太严了。这个我就是从这次来也因为地方上他们不引入来嘛，我都打车，我都坐打的几路车，我先就藏的，还因为有人查不能够上来，我就打几节车，打到最后打到怎么才打到到北京来。对，所以呢，就是我现在我到这里整个在高院最高法子里，他交表，他省高院没有答复，他不登记。那个是那个人大登记交表也是要有省高院，都不让，没有省高院的回复他都不进去，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用我只想能够有过能够，我要想一个办法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事情。我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做生意的这个食品和这个在这个那个一个电子品，是就是做生意用的，然后我就要把我的这个事情要想办一下，我已经不如不走，我只有走这条路。我这就想引起人家的关注，因为我这个事情冤枉太大了，因为7、8年的时间了，省的那个一审、二审、再审，现在2次补充3次审查去做一审、二审、再审，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复。对，已经是再审复查该单，对，就是湖南省高院已经送你了，但是湖南省高院送你已经有一年多了，还是没给我个解释一个答复。我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他给我把那个119报警记录，这是火灾的119报警记录，那个就是那个接警的取警的这个记录能够弄出来，那证明那个火灾是什么时候起火，真正的着火点在哪个地方，真正因为这个着火点根本就不是我们那里，这是在另外的地方，主要人家那个电线起火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你根本那个我们那个地方根本还没省电，起火的时候我们那里根本就还没省电，一个电视机怎么会起火？这事情我就要去把那个第一次发现起火报警的那个接警的记录，这个是个肯定应该是有的，公安机关肯定应该，那个消防机关也好，他肯定应该是有的。我也咨询了相关的那些那个消防反馈的话，他这个报警的一个火灾报警的接警的，他都有一个时间有个记录的，报警接警都有一个记录的。我就要求这是火灾，那个真正的那个报警的那个接警记录能够给我保出来，但是我的这个要求已经提了8年的时间了，一直得不到一个解释。